车祸意外要来看是日前在嘉义市兴业路地下道发生着一件汽车家己弄着桥墩，造成驾驶和副驾驶分别受伤意外。嘉义市消防局下报了后，随即派遣着救护车前往救援。好佳哉，这名驾驶和副驾驶伫咧经过治疗了后，并无生命危险。该急救灵车到场之后，现场两名伤者在等待救援。据另外司机前往查看伤者状况，好在在两名伤者意识清楚。不过驾驶在车发生后弄到伤口，有很坎坷的情形。李副驾驶是手部撕裂伤，据另外司机替两人进行伤口处理，送往病院治疗。救护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啊，发现车辆旁边啊有一位伤者啊倒在地上，啊另外副驾驶座啊有一名男性伤者等待救援。我们救护人员去前查看之后，地上的伤者表示他是驾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撞上桥墩，那非常的疼痛，那坐在地上等待救援。但是另外副驾驶座那名伤者，可能因为脚部有骨折，所以他没办法自行脱困，就由我们的救护人员以及紧急支援的器材车人员协助下车送医。根据了解，当时伤者开车在经过兴业路地下道时，疑似妄神，无注意前方路况，自弄桥墩。好在在车顶两个人在经过治疗之后，无生命危险。后续车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新闻调民界市采访报道。你好，我是卫生局的防疫人员。好啊，今麦登革热做危险的时阵，高峰期啊，咱要预防登革热，配保的四个口诀。循道清刷，循道清刷，对，经常去寻一下，看我们如果出去院子运动，就去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容器，好，寻寻看，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倒水，因为有一点点水，蚊子就会在里面下蛋哦，哈，减少那个积水容器，好，无必要汤啊，咱尽量来运掉，哈，啊，再来恁刷洗，如果咱老进水的汤啊，咱来给刷洗一下。不要让那个虫卵附着在那个桶壁，遇到水的爆发来。好，阿兰打个心态，看健康的好。谢谢。哎，大哥你很好，我是新区登革热防治人员哈。哎，阿宇，咱起来就得咱那个菜园啊。好，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好，啊，因为呢就这多会管理，所以咱希望讲吼，你会当像安尼，哦，做一种较大桶的，啊，迄个细桶的都拢来收起来。环境的清洁，如果有肺轮胎的地方要清除，否则应该打洞避免积水。敏慧在这里拜托各位乡亲一起动手清理家园，最好每天落实循道清刷，共同创造干净的家园。登革热的防治，大家一起来。